廖委员国栋不在场，本案暂不处理，请郑天才委员发言。本院委员郑天才、孔文举等14人临时提案，为花莲县医疗资源严重分配不均，中南区乡镇市之医疗资源极为缺乏一事，要求行政院卫生署应尽速改善花莲县医疗不均之现象，除应提升花莲县中南区之医疗机构服务水准及研议更具吸引力之鼓励措施，以解决医师荒及护士荒问题，并增设内科、外科、小儿科及妇产科等地区诊所之外，亦应于花莲县南区积极设置大型医院，以利花莲县南区民众就医并紧急救护医治。是否有当，请公检。